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爸，对不起。是爸太激动了，不怪你。爸真的没有你妈，要不下半辈子你老爸连裤头在哪都找不到。爸，对不起啊，爸。跌倒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？我竟然在撞球间打撞球！我真无耻，我真无耻呢！我爸爸那么辛苦，然后供我上大学，一碗一碗的麦子面，我在干什么啦？我到底在干什么啦？我好讨厌我自己，我好讨厌我自己。香草，我是西人啦，是对不？不是啦，妈，你别再讲白差啦。跟你讲，不是的，不是啦。真正不是伊啦，我家都拢无联络啊，伊要来坐车。阿乖，我拜托你，这件代志你唔通管。我妈拜托一下，莫阁让妈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好无？你爱答应我，若是来找你，绝对莫猜。
差不多了，可你也要答应我，这件事绝对不能再管。向从拢不知我是咩要管，别烦恼啦，我听话。这部车人太多了，一定没位置。等下部车来，我一定上车。哎，我来啊！你要给同来捐血啊？我有个朋友，他……别去，别去了，你心够了。我只是够了，简直是太够了。我送你回家。哎，汪奶。你就没看到那个场面了？小小的诊所，哎呦，塞满了人啊，每一个都很热心。哎，来，咱们上车吧，啊，来，走了啊，哎，走了，坐回去。哦，一美啊，啊，你们较清楚啊，不然要弄电话条啊哦。有听的无啦？有啦。最美。啊吓死人哦！剩车主了呀，啊就，啊人呢？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。哼，什么人呢？啊你把剩车主不去倒呀？刚刚一直坐在我后面呢。刚刚坐在后面，现在不见了啦！我哪知啦？哎呦，你腿都要死哦！家主啊，啊，材料从哪来吹啦？家主，去哪呢？我找家主啊！不用找了，家主在这。孙家柱坐电车不会说一声的、哦，还说耶？你把人家摔在地上都不管的、哦？啊，那我没了，摔到哪里了啊？我看看呢。我检查过了，好好的，没事儿。哦，多亏你们呢，谢谢张奶奶啦。哦，义美啊，你实在有影啊！再见，就别骂孩子了。孩子们都辛苦了一个晚上，又输了这么多的血，怎么会不糊涂吗？就是啊。好了，赶紧带孩子回去补个觉吧。啊，可是他们要上学的呢，时间来不及哎。孩子都累成这个样子了，还上什么学啊？啊，可是他们哦，好了，非逼着孩子上学，那叫假心安。迷迷糊糊的到了学校里面去，能学到什么东西？还不如回去把精神养好了，明天到学校去好好的赶上进度不就好了吗？听话，赶紧带孩子回去，给老师打个电话请个假。好啊。张奶奶现在真的把我当女儿一样呢。那可不。好，那我们就听张奶奶的话，回家休息了哈。义美啊，嗯，哦，义美啊，啊，这可有影，啊，你嘛在困。义美真是可爱，如果我们家倩倩是这样的个性就好了。天地良心哦，我还希望你们家倩倩是我女儿嘞。吃的啊！您歇着，我来煮。回来了，哎，你们去给陶太太捐血，怎么也不叫我一声？
不是不叫你，妈，这几天你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就不敢吵醒你了。我没有不舒服，我，哎，我说汪兰，你煮这一锅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怕大伙儿回来肚子饿，自作主张烩了面疙瘩。嘿呦，要不我去买烧饼油条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有面疙瘩还干嘛买烧饼油条？就吃它了，给我一碗，来来来。哎呦，你，谢谢谢谢，全是剩菜烩了一锅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哎呀，肚子饿了，什么都好。真的是肚子饿了，要不平常嫌我的菜不好吃，煎糊都不咸。妈，真的好吃。是啊是啊，嗯，真的好吃。哎，你这里头都摆着什么？礼拜天剩的蹄膀，还有昨天的豆干肉丝。啊，嗯，好好好，好香哦！你们在吃什么啊？哎呀。娟儿，快过来吃！你奶奶这锅面疙瘩呀，好的不得了啊！来来来，拿碗拿碗。我帮你吃。嗯。嗯，好吃耶，奶。不错吧？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是啊，要是配点辣萝卜干什么的，那就更好了。我去拿，哎，来，我去，我去。嗯，哎，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我也要，来，我来。啊，够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好吃，好吃。你们吃你们的，别管我。我说你哭成这样，我们能不管你吗？你是啊，妈，你好端端的，怎么哭了吗？我只是太高兴了，我们家一家子在一起吃饭，大家在一起多好啊。哎，这废话吗？不是，对，奶奶说的对，这是废话嘛。我们一家子当然要一直在一起，不管日子好日子坏，我们要一起吃，一起喝，一起吵架，一起笑，谁都不许偷溜，对不对啊，奶？嗯，谁都不准偷溜，谁都不准。那，奶，这行李箱我就先收起来了。哎，我说你拿行李干什么？我那是，哦，搞了半天，你这两天关在房里，不是害头疼，是在跟我们闹脾气呀？我不是闹脾气，我只是觉得我是个绊脚石，什么也不会做，什么也做不好，老是给大家惹麻烦。还好在路上碰到老好，要不然大家累了一天回来找不到我，那才是真的惹麻烦呢。我说你呀，哎，我懒得说你。大妹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啊！不要生我的气，好不好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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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瞧你几岁的人了，还在跟我撒娇啊？嗯，真是的，说的也是，真奇怪。
为什么我在你面前就像个小孩子呢？你呀、啊，来，坐下来，坐下，你也一块来吃啊！来，娟姐来，娟姐把沙子全丢了，来，娟姐坐下来吃，好，来坐我这，月晨给你吃，好，那我一留。真明，也没接到你的电话，也没接到你的信，一定是船还没靠岸吧？一想起那天让你生气走的，心里头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堵着。这阵子老觉得慌，慌什么也不知道，找不到你送我的链子也慌，看着菜市场里人山人海我也慌，就连娟娟和倩倩不吵架了我也会慌。我想我慌的是好这件事吧，总觉得藏在好的后头就是不好，不好的事什么时候又会突然冒出来绊着我，越想我就越不敢往前了。要是你在我身边就好了，你一定会告诉我怕什么，有我在啊。等船啊？是等船。泽明，别跑了，等你这趟回来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再跑船了。妈醒了，妈醒了，啊，要不要喝水？啊，我去倒水。吃点东西好吗？去叫医生。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躺好，别动啊！我说，老陶婆啊。你看吧，咱们俩岁数加起来快超过100了，平常咱们俩要忙着照顾面瘫，又要忙着照顾这两个不成才的儿子，忙里忙外够累的，如果再添个娃的话肯定忙不过来，像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？对啊对啊，妈，说不定你怀的根本不是个妹妹啊。哈，是啊，万一又来个带把的，哎呀，烦死人了。不好不好，是啊是啊，我也不想再有个弟弟啊，尤其是年纪这么小的弟弟啊，哎，要是像富华一样那么乖巧那还好，要是像我啊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的，多惨啊！好，我梦见他，谁呀？一个好漂亮的女孩。妈。人家都说梦是相反的嘛，哈，所以绝对是个丑八怪的，哈。妈，还好你没生下来，要不然他以后长大嫁不掉的话，绝对怪您的，哈。啊不，怪，怪我，丑八怪是因为长得像老爸嘛。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我就是因为长得像老爸，所以才长得这么帅嘛，哈哈。哟，你这小子还真臭屁啊，难不成你真的嫌老爸丑啊？啊？是你自己刚才要承认的吗？哦，是是是，你们兄弟俩帅啊，是因为长得像妈妈啊。那功劳给妈妈，我不敢鞠躬。那你这个臭牛脾气，
一定也是想妈妈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是是是是。你们俩的相声说完了没有？老唐，现在我们女儿没了，你不会真的休了我吧？我干嘛没事休了你啊？不是说女儿要有什么闪失的话，你就要帮我？那也应该是你休了我才对啊。要不是那天我推了你一把，要不是因为我这臭脾气，要不是因为那几个臭瘪三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不打算休我了，那肚子饿给不给吃的？老婆大人，是，您想吃什么您尽管吩咐啊。那想吃咱们家的饺子。是，老婆大人，您点的香喷喷热腾腾的桃子饺子马上为您送到。富邦，看好你妈妈，这就回去下饺子。先生，徐太，你怎么来了呢？不是跟你说了今天休息吗？陶太太还好吗？她还好，没事了。我担心了一个晚上，又不好意思去看她。陶先生，那些流氓一定是我。我知道，没事了。你别放在心上嘛。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？如果不是因为你帮了我，陶太太也不会。哎呦，徐太，你先把眼泪给擦了吧。你别这么想，那天算是我逞强。别说是为了你许太，就算是为个陌生人嘛，我路见不平，我总要拔刀相助嘛。所以算起来，我自己给自己惹麻烦。不，你放心，我们家那个母夜叉，它八字它硬得很呐，只是多流了点血，它真的不会有事的。嘿嘿。我知道，你是在给我安慰了。我真的很胆小，都给你惹那么大的麻烦，可是我还是要拜托你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给议员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让孩子们他们知道的。陶先生，你真的是好人，所以我想了又想，我不能再给你惹麻烦了。你说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回来闹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所以你就要好好的老老实实待在这边啊。可是我在这里帮忙只会给你们惹麻烦。哎呦，你要是不待在这边帮我的忙啊，我的麻烦才真着大呢。徐太，你也不替我想想，我老婆现在人待在医院里头，我得医院面摊儿，两头是赶过来赶过去，我一根蜡烛两头烧啊！你要真不帮我的话，我就没戏唱了。我拜托你啊，你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雪上加霜吧。你就怪我无情无义好了。啊，我是真的。不能再拖累你们了。哎，喂，哎，许太，开玩笑，我可是陶芳他妈的半子哎。半子？对啊，想当初啊，我差点就当了陶妈的儿子，变成陶富邦的弟弟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
上次校班有一个人被打，就是因为多看了那几个太保一眼。太凶，不要惹事啦！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刚看到我朋友在那边呢。你朋友？哎，你找事帮我拿一下走。哎，不要去啦！不要等下底下去见。对，多谢。那需要大阿公你出面，你讲一声呗。这个我家己来了，到底是什么大代志？当初我叫你带我，你讲你袂用让恁母啊伤心，这个是谁得罪着你？连恁母啊你都不爱插。我老爸。今天出院啊？啊，对哦。哎呦，啊你自己回来哟、哦？不是，今天那里做两个哎。哎，阿爸。阿爸，你个吃顿来哦？啊，无变乱，你叫摆开，家己包好啊，赶快抢一抢啊，顿来就。紧好这啦。小心啦，小心啦，来来来。啊！迄个冤家，冤家连阿家己阿公要住院都唔知。唔是啦，阿爸，啊！都隔壁头太太出代志咩？啊！别人出代志，甲恁阿公出院啥关系？家己阿公顾好啦。阿爸。阿爸。阿爸。孙子，在家吗？嘿，在。陶先生哦，来，请进，请进来。孙子。哎，老陶。老师，你出院了。刚出院。恭喜恭喜啊！这阵子啊。麻烦你跟陶太太了。好说好说，这会儿啊，可能得轮到我们家那个老太婆给您添麻烦了。啊？说起来还真巧啊，咱们两家是紧挨着住，住院这个事呢，还是争先恐后，一个接一个啊。啊？这，陶太太怎么了？哎呦，啊陶先生的店里啊，昨天来了几个流氓，乱摔东西啦，害那个陶太太哦摔了一跤。都流掉了啊！六钗，这怎么会有流氓呢？这黑人，这无法无天了，这是。陶太太怎么样了？托福托福，老天爷保佑，她没事了。哎呀，啊，对了，我一会儿呢得要去医院，给我们家那个老太婆送饺子。临出门要找大蒜，找不到，是。我们家这老太婆啊，吃饺子要是没大蒜的话，都会要人命的。孙太，你们家有大蒜吧？有有有，你等一下哈。哎好。陶先生啊，你在医院守了一夜，陶太太，这样子你孙女会累垮呢，要休息。休息？那我们陶家还有三口得吃饭呢，怎么休息？没事啊。哎呦，这样不行啦，你要多休息。这样子，饺子呢？我请我们家义美去帮你送。好，你等一下，义美啊，义美，怎么好意思啊这？哎，没事没事，这小事，你别客气啊，别客气。我说老陶啊，这到底流氓咋点是为什么呀？嘿，富华，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在紧张什么？哪有没有啊？我才没有哎。没有。
啊，在看情书吼？不是啊。不是，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没有干嘛藏起来？真的不是啊。啊，不是，那给我看。不要了，不要嘛。小气，不要了。看一，这是陶杯要我送过来给你吃的水饺。哦。再见。干嘛啊你睡妹？干嘛？什么干嘛？干嘛不理人啊？干嘛？不理人？我不理谁啦？我啊。你？我们不是已经绝交了吗？绝交？嗯。因为我又鸡婆又爱造谣又爱惹是生非啊。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无聊哎、欸。哇，先进去。很好。我现在又多了一个罪状，很无聊。说要绝交的人不是我，你也复议啦。说什么不会再和我说一句话，办不到就不要在那边逞强。喂喂喂，是你自己数学有问题吧？我说过这辈子再也不跟你说任何一句话，但是我刚刚一口气跟你讲了好多句话哎、欸。你，我怎样？你呀、啊，连你一个稿子参加辩论赛都会输，还想跟我斗嘴啊？自不量力。我是信守承诺，懒得跟那种已经不是朋友的人多废话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么想要绝交是不是？说得很好，那你孙一美，我陶富邦正式绝交了。哼，陶富邦，你真的要跟我绝交？这么多年来的感情，竟然说绝交就绝交？陶富邦，你不是人啦！哎，你也麻烦呢，到底要不要绝交一句话啦？舍不得跟我绝交，对吧？谁舍不得啊？我考虑一下，考虑清楚再跟你绝交。哎、欸，莫名其妙啊你！修理啊！对啊，爱定来甲恁母啊斗三工啊，啊，咱即马甲斗三工，一个嘛是应当的啊。阿公甲你讲哦，哎，你顶下条啊，细枝，细枝，细枝哦。后摆若要结婚哦，目睭要闭较紧的，若嫁到歹翁，规世人就乌有去。阿公，你很奇怪，人家才几岁就叫人家怎么结婚？哎，迄时间过了偌紧嘞，念要大人啊嘞。若找无较好人哦，规矩莫嫁，唔通像迄个徐妈妈，嫁到迄个落毛翁啊。你看，人好好当共母囝尔。啊，阿公，你是说面瘫子徐妈妈太爱母诶哦？对啊，啊，你要食唔讨趁啦，干那甲某撑手尔，钱也无爱给伊人争啊。迄头爸爸哦。看袂过，就那跳出来甲伊呛啊！唔知母甲安尼，迄若互咱阿拄着吼，倒做十八遍，搁等咧十字路口，互拖来拄搁搞过。啊！那个许妈妈她怎么这么坏啊？哎、欸，啊，她这么坏，干嘛嫁给他？唔知甲你讲，目睭爱闭较紧的。嗯。去再搁聊个。哦。哎呀，现在真相大白了吧？啊，你还怀疑老陶跟徐太太？哎，好啦好啦，啊，我就遗传我老爸鸡婆的毛病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时候啊，这鸡婆是挺好的，不过像你一样，那叫无事生非，只找麻烦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人家面摊被砸。嗯。是徐太太的老公干的，这事儿你别急迫、啊。哦，知道啊。可是，要是被徐太太的儿子知道的话，他一定很难过。你这个人呐、嗯，就是心关不住口啊！不要你心呐、啊，在提醒自己以前，你嘴呀、啊、已经祸从口出了。
啊，就跟你讲，我知道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又碰不到徐太太的儿子，就算要大嘴巴哦，我要去哪里大嘴巴？这不一定是徐太太的儿子啊，啊，谁都一样，这话呀是越串毛病越大。哎，不像你告诉一妹，一妹告诉富邦，富邦告诉他妈，这不是一样吗？啊，我谁都不要告诉不就好的？哎，谁都别讲。嗯，可是阿爸刚刚知道了呢，应该没有关系哈、哦。反正阿爸又不认识许太太他儿子，又住那么远，应该没关系的。可是说到一美哦，老叔你。都不知道呢，昨天一美跟富邦大吵一架。啊？嗯，一美在房间里面哦，哭得好伤心好久哦。吵架？这吵什么架？我哪知哟啦，啊就不知道是谁喜欢谁，谁又喜欢谁啊，不啥啥啦，听拢无啦。啊，就想去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啊，陶太太就出事啦。哦。不过哦。我偷看一美的日记。孩子日记，你偷看什么呀你？啊，你不是要我关心一下一美？哎呀，没有人的。啊，一美的日记上面哦，很奇怪呢，他们两个真的不和了，全本日记都在骂富邦呢。陶太太哦，想把一美娶回去当媳妇哦，啊，不可能啊。真像你爸，不止长得像，就连动作都像。别看你爸现在是个大老粗，年轻的时候，还真是个帅小伙子，连我们义工队好几个姑娘都看上他了呢。哦，那老妈一定是最漂亮的，才会获得老爸的芳心呢。不是漂亮，是我啊，老爱跟你爸斗嘴。他那个人呢，犯贱，偏偏呢、啊、三天两头带一瓶高粱找我来抬杠呢。这么浪漫啊？什么浪漫呢？还不是弄得他吐我吐的，吐着吐着就吐出感情了呗。哎，对了，富邦啊，看来妈只能指望你为我们陶家生个小丫头喽。妈，没问题，我们一个人就帮你生一个。你敢？妈。放120颗心，等我娶了老婆啊，我第一胎就帮你生一个孙女。哎，要是事事都能这么心想事成，那就好喽。好吗？倩倩，哎，冯太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奶奶要我送补汤过来。嗯，冯妈非跟过来看你不可。哦，冯太，您今天不用等船吗？兄弟，等你病好了再走啊！你没发烧啊？我好多了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那你到底是生的什么病？我不是病，我只是丢了一个娃娃。什么娃娃？在哪丢的？我去帮你找啊。找不回来了。唐妈，汤趁热先喝了。我奶奶说这是补气血的，非要我盯着你喝完。叫你奶奶呀、啊，别再为我费心了。哎呀，瞧我们倩倩，好贤惠啊。唐妈看起来精神真的好多了，都可以取笑我。唐妈是说真的吗？陶邦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看看富华。
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昨天看你这么难过，不好骂，干嘛最近老是怪怪的？我哪有？跑去撞球，又躲在这里抽烟。是谁说下定决心要奋发向上、光耀门楣？你老实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哪里有发生什么事啊？陶富邦，就心情有点烦。烦什么？功课的事是不可能烦到你陶富邦。缺钱，那倒有可能。你该不会是在外面欠人家钱，还是认识什么帮派大哥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你跟何佳音吵架？才没有嘞！哼，那么激动干嘛？我跟他只是同学啦。那你到底在烦什么？陶富邦，我的耐性有限哦。一、二，烦你啦。我怎么了？你自己心里有数吧。你有什么数啊？陶富邦，你给我说清楚哦！陶富邦，富邦，富邦，陶富邦！哎呀，没有人呐、啊。别担心，你妈妈在里头陪陶妈妈。不是不是，我找富邦啊。富邦怎么了？不是富邦，是议员啊，议员啊。议员。你是靠呀？不是啦，你唔对人啊。嘿，阿爸，奶奶多好，后边有哪里有啊？替爸处理一下。陶北面头是不是创？哼，啥面头？你今麦在讲啥？我再问一摆，陶北北面头是不是你创？那我创是安怎啦？安怎啦？你今麦是要替你母的客人报仇是不是？你看好清楚，我是恁爸呢。问题就出在你是阮爸。你今麦啥物态度？你不是跟我讲好，你袂要找妈提钱？伊家己要替我用的啊！你不是跟我讲好，你袂去找妈的麻烦？啊，我就跟你讲，是伊要找我来高高田的嘛！你讲白贼！敢有人对家己老爸安尼讲话？老爸，你讲的敢是咧叫误会囡仔偷摕物件的人啊？哈？威胁家己的囝？若死无去，就要甲弹掉迄个老爸咧？哈？就算安尼，在我的心内，你就是我的老母。你会记得无？有一天，我叫人抓到，人讲要剁我的手，我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咧叫阿爸，不管我哭了偌凄惨。你倒是唔肯出来救我，就算安尼，你嘛是我的老爸。人讲苦的是笨手，苦是精神。不管人安怎讲，你就是我的老爸。时间它像是河流。轻轻推送，有时候像是漩涡，很难静止而
心的、伤心的，一辈子能改变什么？能相信什么？游走在梦的尽头，也常常不时回首，人与人擦身交错，谁停留谁又远走。我曾经犯的错，我曾经留下的遗憾，就让它去吧。如果想要回到那过去，但是你我之间存在遥远的距离，试图去弥补破碎的缝隙，我学着不放弃。愿你牢记我曾经爱过你，因为有你我才学会相信爱情，试图去弥补破碎的缝隙，我学着不放弃。愿你牢记我